安装民族风抗围墙贴，一张尺寸长74厘米，宽68厘米。施工简单便捷，就这样边对着边对好花纹，一张接着一张贴就可以了。墙贴自带背胶的，就这样撕掉背面的隔离纸，就可以直接贴到墙上，牢固防水又防潮。你家的炕床四周还是大白墙的话，是不是太单调了？对比一下，贴了民族风抗围墙贴，您觉得？很多老铁在问，这个墙贴买到家自己会贴吗？您看一下这个视频，它是有多简单。墙贴呢，它是自己带胶的，我们只需要把墙贴背后面的胶纸撕掉，直接贴在你的墙上就可以了，始终是超级简单的。然后墙贴贴到墙之后呢，它也非常的柔软，厚度在1公分。然后贴好第一张、第二张呢，就是以此类推，一张接着一张，边对着边对好花纹，直接这样子一张一张的去。安装民族风抗围墙贴，一张尺寸长74厘米，宽68厘米。施工简单便捷，就这样边对着边对好花纹，一张接着一张贴就可以了。墙贴自带背胶的，就这样撕掉背面的隔离纸，就可以直接贴到墙上，牢固防水又防潮。你家的炕床四周还是大白墙的话，是不是太单调了？对比一下，贴了民族风抗围墙贴，您觉得好看吗？